整个人都要照到，后退，从头到脚都要照到哈。好，开始录，这就是单脚伸。你看我脚是松的，看到？轻轻点地就好。然后，放向外撑，向内也可以抱，到撑抱，抱三撑，抱七撑三。啊，然后往外撑也可以，撑三抱七。对对对。啊，撑三，这个就练。啊，这是近砖对不对？然后慢慢练成武功大展砖，直接继续照哈。好，你看这个叫做武功大展，手前面也要撑，肩膀后面也要撑，腰胯一定要松成，注意腰胯，腰胯放松成，对不对？然后拉回来，放松成，对，一样，然后变动砖，明显对不对？这个有点用这只手是带头的意思是？我是用这只手带的，没错。把卷络，把翻筋转骨，把身体的砖形，把弹簧剂、折叠剂，全部带进去，然后再来把呼吸，把气也带进去，很有呼吸配合度，有没有？哦，承接这种一定要松松腰肉嘛，一样可以稳定，但是也可以撑很久。哦，这就用筋在撑，就有点含住的感觉啊。对，你要把它整个。好，先练定砖，这样对不对？啊，这也是定砖，这叫武功大转，对不对？全功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三七步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样后功，对不对？这样很酸。然后，对，因为你平常没有在拉筋，没有，直接先不用转了，直接照我在侧面把我照清楚就好。更进一步的，好，更进一步，看好，更紧的话怎么拉？基本动作就这样，放松。这边在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要练得好一点，可以单脚慢慢的扣起来，会更紧，这样练。可以这样，这样也可以啊，放松。这是在拉伸。没有，勾到自己。而且会很热。可以这样练。如果你有很好的毅力的话，每天这样蹲个十分钟，你以后就会很厉害。然后左脚蹲完换右脚。撑住我。来。这边是很有力的。这个功力就这样练。来，单脚站砖，然后武功大展全部撑出来。这时候是，这边不要折，这边不要折。然后轴砖。因为折的话。对，放松。放松。好，前点地，然后武功大展砖，松腰肉块，松肩椎轴，对，移身，前后移身倒进。我可以这样拉呢。左脚酸吗？慢慢拉，先左脚松弛。因为左脚已经超过。OK。好，谢谢。就是这样控面。